哇，早起看到几个僧人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哎，还敲着那个叫什么呢？磬还是叫什么？卖的农民伯伯真的蛮辛苦的啊，一年要种好几季是吧？动不动就在插秧，动不动就在插秧。送完孩子，买一个麦当劳的汉堡，然后到这个泰国星巴克啊，叫 Tom's 咖啡，也是个24小时的咖啡馆。到这个地方喝杯咖啡，啃个汉堡，这样就算一个早餐完成了。你帮我点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先去取个钱。啊，你先取个钱。你那个小皮家里有钱吗？家里是有钱，可是我想留点零钱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先去取吧。好，我去点。One Americano, one latte. Grand. 你看这个啊，跟那个也很像是吧？也是有些蛋糕啊什么。最搞笑的是那边也在卖杯子，啊，也是一个跟星巴克一样卖杯子的咖啡店。啊 ，OK, wait a moment. ATM take cash. Yeah. 啊 ，Yeah. Thank you. 哇，他们都记得我抽烟，还要给我个烟缸。Okay, thank you. Yeah, waiting back. 可以边喝咖啡边抽烟的咖啡馆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啊！啊，坐一会儿吧。哦，来了，你去买一下单吧。没给他钱。哎，点好了。你怎么买了那么多香蕉？今天香蕉买两根送一根，我只拿了一根，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再拿一根？我就又拿了一根，他说不是的，是买两根还要送一根，你还要再拿一根啊，所以就一堆香蕉，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想菊花茶什么的，上面写着吧，春黄菊啊。那我看不懂，干嘛的？我想应该降火吧。我是这么想的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这个玩意儿有意思，我第一次看到。买了这个。嗯。买两瓶。这个吃了以后会上厕所比较通畅是吧？嗯，就西梅辣，其实就是那个西梅，它西梅汁嘛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降火吧，对吧？因为它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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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是降火。嗯，牛牛之前小时候的时候，老师问我，哎呀，我上学去了以后，你们每天都在干嘛？啊，我说我每天在开双条。现在他长大了，长大了我们就骗不了他了，跟他说开双条他不信了。啊，每天其实把孩子送去上学以后，我们也就是这样。啊，从早上的第一杯咖啡开始啊，开始一天的生活。咖啡馆里做完，然后东逛逛西逛逛，不知不觉下午了啊。接着儿子放学了，放学以后今天买了几件新的校服，因为校服旧了嘛，所以的话泰国小孩的校服啊都是要绣上学校名，绣上名字的，这个都需要自己来找地方绣。一般来说超市里都有，我现在就到这个 Big C 超市给牛牛的那个校服上面绣一下名字啊，这样的话任何一个老师看到这个小孩就能叫出名字来是吧？哎，某某某你怎么不乖啊，这都可以是吧，很方便。在超市的二楼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给衣服上啊什么东西绣花的，孩子的校服都是到这儿来绣。哦，很现代化嘛。OK, 这个师傅要拍一下，把他胸口的几个字拍一下。啊，拆为了套哪个？拆为了套哪个？啊哈。啊。OK, 文哥。6点钟可以拿，现在是5点10分，要50分钟啊！这样在泰国已经算是立等可取了，已经是，他们算是速度很快了。那趁着他刺绣的这个时间，我们就逛逛超市，啊，50分钟我也不知道，
女的可能能逛到五十分钟啊，作为我们男的，我觉得五十分钟挺累的，逛下去。买啥？我要去买那个我很爱吃的麦片。啊、好呀，在哪里啊？可以。你买了啥啊，赵子牛？我买了栗子，买一送一。哦，买一送一啊。嗯，那你现在是买二送二了，算是是吧？哪个麦片啊？哎，我记得松鼠有一份麦片很好吃的。买完了。松鼠那盒麦片在哪？不知道呀，没看到呀。这松鼠在哪？拿奖我看看。买这种。多少钱？199啊，199太重。哎，这个基本拿空了肯定好的。对呀、啊。肯定好吃才会被人拿空的嘛，对吧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坚果，可以的，就是它。家里买点饮料去吧。哦，猫粮，猫粮再买吧。哎，还有他很爱吃的那种棒棒，猫棒棒，好几天没吃了他。哎呀，没有那种大盒包的了，只有这样的了。因为这个在打折嘛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赶紧拿。原来两包是126，现在两包是109，嗯，便宜一点。买个四包吧，再拿两包。好，好多天没吃到了这个东西，他是真的是太爱吃这个了。三文鱼的，哎，还是买这种吧。就是这个长毛的，可以。虽然毛被剃光了，但毕竟是个长毛猫，是吧？泰国孩子的鞋子校服啊，规定一定要穿这样的，这个是童子军的，这个就是普通的啊，你什么 AJ 啊，什么阿迪啊，都不允许，都不允许穿，哎，免得他们攀比啊。是呢，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鞋子会穿错，牛牛的鞋子就被人家穿走了，他这双鞋子太小了，只能这样拖着，哎，所以再给他买一双。哦，这个 Pepsi 百事可乐啊，他这个人叫 Lisa 是吧？就跳螃蟹舞那个是吧？对，现在特别火。泰国的一个明星出了一款可乐啊，那为什么明星代言款只要11组，普通款要14组？明星不值钱一点的是吧？哦，小一点的这个只有245毫升，这不一样哦。这个有325毫升，它小一点的，难怪啊。这个汽水可好喝了，这个拿一个吧。有点像汤力水那个。对啊，有点像汤力水的，但是味道反而比汤力水好，哎，确实。哎，这里看到小厨师的牛筋肉面，哎，这个买几个回去吧，啊、哦，麻辣的。是，你要吃辣，要吃辣的吗？可以，鸡汁排骨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上次的那种叫什么榨菜肉丝没有啊？鸡汁也挺好吃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拿几个小厨师，哎，这个多少钱我都一直没在意过。44，那也还好啊，10块钱不到那么一碗啊，嗯，也还可以啊。比韩国面好吃，那反正比韩国面好吃。对，这个也牛筋肉面，我也拿一个吧。麻辣的，嗯，试试。还有这种哪里有一包一包的？出钱一丁啊。嗯。这个是什么面啊？九州浓汤，要不来一个试试啊？浓汤，九州浓汤。拿一包试试吧。这有好多口味。就煮过浓汤的好了，就煮过浓汤的好吃。黑蒜油。就这个吧。下次到山上去找巨叔的时候，好吃的话我们就多带点上去。哎呦，超市里我忽然发现中国的红灯笼也都挂起来了啊。今年开始啊，中国的春节也变成泰国的法定假日了啊，正月初一休息一天。牛牛要吃火龙果。哦，火龙果居然和包心菜放在一起啊。来来来来来，火龙果牛牛你自己选吧。这是什么？青芒果，又要买、这个、哦，青芒果是很酸的。嗯，这个倒是真的可以叫暗黑料理，反正我是觉得太酸了，但很多人很爱吃。它有红的和白的吗？应该不是。你怎么知道哪个是红哪个是白呀？红的这个是很密的，不是白的。哦，这样的，你还那么有经验。你不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。红的是很密的。哦、而且红的个子小一点的。好吧好吧，买四个，牛牛拿去称吧，称吧。在哪里称？去那里，那个叔叔那里去，去吧。也有很多中国过年的东西啊，还有这样子这么一盆，什么意思啊？嗯，
祭祖的。哎，这种花生豆好像我小时候吃过的，这种叫什么来着？哦，还有花生糖啊，芝麻糖啊。哎，这种花生豆我小时候肯定是吃过的，反正有印象的。外面好像一层都是糖，应该都是糖。包多少钱？88泰铢。哎呦，这样一包也要将近20块钱。就那么点，我们老式的点心。这个奶酪可以啊，这个奶酪我没吃过。另一袋是什么？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看上去好像很有意思的。三种口味，蓝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各拿一包。酸奶拿一点，对，哎，就上面的那个好了。哎，这个门是在新冠之前是没有的，在病毒之前是没有的。它我估计也是为了防病毒啊。好像现在好像都做门了啊。原来 Seven 也不加门的，现在都有门了。现在都不送袋子了，必须要买。5泰铢一个，无纺布面料，面料还不错嘛，买一个。好嘞。啊，这么一堆，2438，500块钱。啊，你的鞋子也放进去吧，这一包也拎进去吧，来给我。放在这车上。哎，好，放着，可以了。啊，买好东西了，看看他衣服给我们绣好了没有。好啦，一共几件衣服啊？3件是吧？三件衣服绣好了，210泰铢是吧？71件啊，可以走吧。哎呀，今天一天也没怎么活动，肚子还不饿，要不过后晚饭叫个外卖吧，不在外面吃了。叫个 Grab 吧。啊，叫 Grab 吧。外卖叫个外卖吧，晚上吃外卖了。哇，你会讲中文啊？中文可好了，而且他是泰国人，特别厉害。是吗？你是美斯乐那边的人吗？我还有去过台湾呢。哦，去过台湾。哦，这样，像你们这样做送一天，大概能有多少收入呀？那个，我每次那个我没有做每天呢。啊，每天有空就做。有空做，那一般来说一天能有多少收入啊？那个一天，如果我休息，对不对？一天差不多500，如果到500，我休息就休息了，是吗？啊，这样的话，你一天送，像做500的话，要送多少单？500呀，那个几，差不多，我做到，如果早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早上那个8点，8点到那个。那个7点晚上那个应该要500了，差不多。哦，那基本上要11个小时啊，要送。那比如说像你这样给我们送一餐的话，送这么一个单子，你能赚多少钱？应该如果有那个发，对不对？对。发还有加钱呢。如果那个三有啊，3km应该要差不多三十。铢泰铢这样啊？啊，有30泰铢，3公里30泰铢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一天的话是500铢，也要做11个小时、啊哦。那也很辛苦哦。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平常不做这个的话，你是做什么工作？我那个做导游吗？做什么？让我老婆好啊。那个做 security 啊，让那个前面呢、啊，这样啊。哦，就保安是吗？对。啊、哦，做保安，你之前是做保安这个工作的？对。那你中文这么好，怎么不做导游呢？那个现在那个现在没有，就是疫情之前。那个你们那个有 COVID 的过来那个，对，每地方有休息呀、啊。应该那个我那教练、现在有教练那个英文好了，他我会中文，对不对？比较好啊。那个2-3年应该要做什么教练好那个。有那个来线呐、啊就那个叫导游证是吧？对，我们叫导游证。导游证难考吗？对，现在还没还不行啊。我会讲不会写啊。会讲不会写，他所以考导游证要写的是吗？应该没事了，应该那个能考得过。是那个他们就会让啊教练那讲话，讲话好差不多要。应该给钱他一点赚啊，就能拿出来了。对，疫情赶快过去啊，然后做导游可以多点收入是吗？好，好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再给点小费。对，再给你点小费。谢谢，谢谢你啦，谢谢啦。那你这一单做完的话，你还做吗？一
经很晚了，是不是要回家了？对呀、啊，应该今天我过来五点啊，五点。嗯。现在我刚刚那个几安呐、啊，零收三。三个小时。三个、啊。五点开始做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三个单子是吗？做了。应该我想要。应该一百多要休息了啊，一百多就休息了，还没完了啊，对对对，做多一点，再做几个小时，加油加油，谢谢啊，拜拜，开慢一点啊，注意安全，好好好，好，拜拜。